你动他一下试试。几点了都，快去做饭去，我去试试。睡不醒你，就是到时候我自己跑去睡觉。我去，水流这么慢，不错，刺破水流头，有了。嘿，哥兄对不住了，你要怪就怪我爸。嘿，我先送我条料去，上去医治一下。哇，是不是味道真香？好饿啊，饭做好了吗？水流头出水太慢，我等不了，你自己包了，不用做的。你吃什么了就饱了？什么味道？都不是，进你全套留下。爸，那亲自的手不行，你我干了。你自己去吧，爷。爹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去秋游吧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等我一下。我带件防晒衣，带件防晒霜，还有水果。OK， 搞定。哇哦！准备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今天就我和你妈，不带你。为什么呀？就知道坑我，在家待着。哎，这没有没有，不带我早说呀！哼，我自己在家吃西瓜看电视。我来看看四毛在家干嘛。肯定在家想着怎么坑我。哎，一个人好无聊。好想跟着爸妈出去玩。我拿着长颈鹿飞舞的铅笔，将美好赠予你。你会长出。你看，四毛应该知道错了。我们还是回去带他一起吧。是吧 ？Later。四毛，走了。你妈在下面等你呢。我爱你就像。我怎么这么重？问我干嘛？你自己吃了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我要运动减肥，我今天要是吃一样东西，我就不配做你爸，你以后也不要叫我爸。爸，哎呀，叫错了。我今天要是吃一样东西，我就不配做你爸，你以后也不要叫我爸。死胖子，我也想吃。死胖子，我也想吃。这也太厉害了。爸，给我下去买根香肠。想吃自己去。你不去的话，我就告诉妈，你偷亲了别的女生。我都已经录下来了，给我看看。我删除了，看你还怎么威胁我。哼，门狗不发威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呀？看我的吧。继续玩我的游戏喽。永劫无间和奥运冠军吕小军联名推出的皮肤救世主，看看我用了军神皮肤有多强，穿上之后都感觉可以秒大佛了，一起来评论区争斗吧。OK， 搞定。爸，快出来，妈打电话有事找你。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四毛。妈，你都看到了吧？爸爸，你的口红都弄完了。好吧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四毛，去把春联拿来。好嘞，收到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大家过个太平年，吃着饱，大碗大碗。四毛，走，给你洗澡去，走。
祝大家阖家欢乐，牛年大吉，扭转乾坤，牛气冲天。司马，这十块钱给你，去帮我买两个苹果，这剩下的钱就当跑腿费。剩下的钱给我，你说的啊，不许耍赖。当然啦。等一下，要不再帮我买点香蕉吧。那这十块钱哪里还能剩啊？哎，一点就行，你看着买啊。剩真多。四毛买回来啦。哎，我香蕉呢？在这呢，你看，你要的一点香蕉。这两个苹果8块钱，剩下的2块钱我拿走了，那一点香蕉就送给你了。你拜拜。我的妈！四毛，你的。这都好几天了，怎么现在才掀起给我红包？哎，不差那几天，巨款啊，拿去花。我先走了。我打开看看。爸，你敢玩我？你别走。还想跑？回来吧你。爸，帮我切个苹果来吃呗。没空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说这点事，你说一下就行。等着。爸，我买的零食今天也到了，你下去帮我把快递取回来。哎，四毛，你过分了。你看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行不行啊？四毛，这就有点见外了。等着。这是小费，表现还行。多不好意思啊。不用客气。哎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啊？当然从你钱包里面拿的呀。四毛，我打死你。等一下，让我自己来。哎，是吗？帮我把厨房泡好的泡面拿过来，去。又是换我。爸，泡面来了。你能不能讲究点卫生？刚才把手都伸进去了。没事，我不烫。我不吃了，帮我凉水倒一杯过来。就你事多。我加点洗洁精，让你释放我。我挤，我挤，我挤。谁到来啦？这水不错，好像还是柠檬水。酸中还带点苦涩。四毛，你加了什么？洗洁精啊。